我们十班入不了灵榜，更和龙榜无缘，但是这地榜却是进了好几个，不像你们九班一个都没有进地榜。哼，难怪你们导师走了一波又一波，这实力也太差了吧。顾明，我们导师是因为升级才不是抛弃我们，你再胡说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叶枫，你卡在肉身十重都快两年了，我顾明身为十班班长可是灵窍境一重境界，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可以来打一场。这我可是第零榜上第九十九，你要和我打？嘿，铁大班长，你可别忘了上次的狼狈模样。哎呀，好像上次铁班长在咱们枯明手上连跪地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干了！你们在干嘛？宋主任，宋主任，宋主任，九班说最近手痒痒，想要找人切磋切磋，我们师班正好有此打算。宋主任，我们班缺少导师，没人指导，大家修为都无法提升，所以学院对每一个班级都是一视同仁，今天我就是来带主导师的，这就是你们初级九班的新任主导师慕云导师。嘿，他不会吧，看起来还不到20岁有资历担任导师？嗨，能有什么资历啊，有资历的导师哪一个愿意到初级九班？看来学院又是给初级九班随便安排一位导师过来了。莫青天，你又坑我。大家好，我是慕云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任主导师了。穆导师好。穆导师好。嘿呦喂，我猜猜看啊，这位穆导师能够撑多长时间呢？一个月？哎，不对，看你们半点提升都没有，估计啊连半个月都撑不过去。顾明，宋主任和穆导师在这里，你住嘴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有本事你和我来一场比赛，你能赢了我喊你爹，你输了跪下说三句废物出九班，如何？好啊。穆老师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不是肉身十重吗？他只是灵窍境一重罢了，怕什么？不是我。大家可都听到了啊，穆导师已经是答应了，身为初级九班的主导师答应了，你们初级九班还想拒绝吗？穆导师，我，你放心，一定会赢。现在你只需要坐下，脑海中回想你曾经学习的武技就行了。窍境一重，哦，多谢穆导师。谢什么，突破是你自己做到的，而且现在不要太着急谢，输了比试可是要下跪的。放心，穆导师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他。顾明，你不是要与我一战吗？来吧。切，就凭你也配？也好，教训教训你也不错，省得你以为进入到灵窍境一重境界就可以与我相比了。铁峰班长，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看看我们九班的实力。没错，还真以为跨入到灵窍境一重就是不得了的天才，地灵榜都没他的份儿。战就战吧。这家伙刚踏入到灵窍境，为何全身上下的气势如此强悍？十掌法，现在你以为这一招对我还行得通吗？我的腿啊！胡明，从今日开始，第零榜第99位，就是我铁峰。干脆利落，还不错。